那么他的形象大虽求菩萨是戴宝冠坐大无畏状，有八臂八个手臂。大虽求菩萨身是深黄色，其左手最上持莲华，莲华之上方有金轮火焰，次是欢切，次是宝船，再次是锁，右手最上是五谷巴扎拉，次手是旁摩，再次手是宝剑，最后是月浮钩，坐于莲华上，还有八个手臂。大家看那个大随求菩萨的图案，那么要仔细观想它出来。